您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吴俊松。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南港高中综合教学大楼动工典礼，和全体师生、议员、里长见证历史时刻。教学大楼包含演艺厅、大讲堂、多功能会议室等，同时导入绿建筑设计理念，打造具有生态、节能、减废、健康的绿建筑校园。一切平安顺利，一拜。南港高中综合教学大楼动土开工，台北市长蒋万安和议员、里长、师生们及时开拜铲土，一同见证历史时刻。大楼新建提供师生更友善舒适的交流场域，对教学品质提升有所帮助。南港高中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学校，民国56年就成立。那经过历任校长大家非常用心的办学，到这几年，我们有数位科学实验班、有国际人文实验班等等，而且在体育方面的表现也非常杰出，包括田径、体操，还有轻艇、游泳等等。而且我还记得我们南港高中轻艇队的同学参加我们今年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拿到了高中组的第一名，非常厉害。我今年也有下去划龙舟哦。我原本是期待我们消防局同仁跟我一队，现在我要请南港高中轻艇队的同学跟我一队哦。这年轻朋友真的非常优秀。当然，这一次我们综合教学大楼主要原本是科学大楼，但非常老旧，而且经过鉴定哦，氯离子偏高，也就是所谓海砂屋，所以在考量师生的安全以及耐震的系数哦。我们决定重新改建，那在107年当时就已经拆除，但经过了一段时间哦，今天终于能够动土。我想这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也是靠很多我们在地许多不只是校长师生一起配合，我们议员共同的支持，预算的通过，还有里长们共同协助，才能让今天南港高中以及港中人期待已久的综合教学大楼能够正式动工。我们预计在115年能够完工，当我们希望能够如期如时的完成。综合教学大楼的原址呢，其实是我们的科学馆，从105学年度开始，由威蕊校长开始拆除，然后规划设计，也通过第一次的审查。那108年，我接掌南港高中之后呢，我们呢，走过了变更设计，也走过了疫情，在全体的同仁的合作以及公务局、新工处的协助、教育局的指导之下，那我们今天终于要这里进行动土的典礼。那这也非常的非常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贵宾莅临。来一起见证南港高中未来新世代学习空间的正式的诞生。综合教学大楼将规划地下2层停车场及地上5层教学空间，建构多功能教学建筑，并导入绿色设计概念，取得银级绿建筑标章。为了顾虑到整个发生学校在整个在校务发展上面发现的教学空间有点严重的不足，同时还有很多很多未来方向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既有校舍里面去做发展，而决定了我们在原本的这个科学大楼这个拆除的基地里面，我们新建地上5层楼、地下2层楼的综合教学大楼。工程团队，这个案子是由主办机关是公务局新建工程处，下办机关是南港高级中学，设计建造建筑师是启达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施工团队是远硕营造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概要，南港高中位于本市向阳路及市民大道交叉口，北侧是玉成公园，那南侧就面临的这个市民大道，那可以沿着昆阳街跟捷运南昆阳站去做连接，周围的公共设施包含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以及三铁共构的南港车站。整个案子要新建地上5层楼、地下2层楼，总楼地板面积大概3124平左右。那使用用途在地上层包含了普通教室24班、360人的阶梯讲堂以及风雨教室。地下层，对不起，我们字打错了。地下层的话都是停车场，那包含了汽车停车位49席以及机车停车位
91席，预定完工是在115年的二月。那整个的工程效益，我们希望，陈荣跟刚刚跟各位报告的，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以开放式校园为主轴，将建筑物的量体以及开放空间，我们做集中设置，来符合到未来学校20年甚至30年的整个的学校的这个发展。同时，新建完成之后，提供了一个安全、更便利的一个教学空间，让学生们在新空间里面去做新的学习，而有更好、更好的成就。最后，我们在里面提供了很多的这一些的这个半户外空间也好，或者是等等这些交易空间。我们希望高中学生们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社会化里面，多一点空间可以让他们去做一些生活上的一个交流，在同侪之间，未来在出社会之后能够有更紧密的一个联系。蒋万安不仅指示工程要如期如职，也开玩笑说签很多金铲子，因为拿到他的金铲子的人都会升三个。记者问讯张启腾台北报道。台北市上周六发生一起醉汉随机伤人事件，51岁的柯姓嫌犯酒后回家，却拿菜刀在路上随机砍人，砍伤3名机车骑士和乘客，一旁行人压制嫌犯并且报警，所幸3名伤者送医急救后都没有生命危险。警笛声大作，远警骑车急奔现场。原来这一名半裸醉汉竟然在车水马龙的台北市中坡南路当街持刀砍人，造成路过的机车骑士与乘客共3人受伤，幸好经送医后并没有生命危险，现场则有热心民众协助压制嫌犯，警方也立即上前将嫌犯逮捕上铐并进行酒测，酒精浓度超标。信义区中坡南路发生民众酒后伤人案件，柯姓犯嫌傍晚饮酒后持菜刀于路口砍伤路过民众，分别造成3名伤者颈部穿刺伤及多处刀伤，所幸未造成生命危险。案发当下，路过民众见义勇为，协力制服柯嫌，警方到场后立即压制上铐。由于这名51岁的柯姓嫌犯曾遭查获毒品，警方一度怀疑他是因为吸毒导致情绪不稳，不过在他身上并没有搜出毒品，警方已经将柯嫌依杀人未遂、伤害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后续经检察官声押获准。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为了帮助家中长者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大安区健康服务中心将在8月份办理5场活动，透过轻松有趣的互动游戏，让长者将正确的饮食习惯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安区健康服务中心与台湾科技大学及专业营养师合作，以国民健康署公告的我的餐盘6大营养素，制作深入浅出的营养桌游牌卡，借由和营养师的游戏互动过程，让长者透过考营养、抽早餐，学习正确的饮食营养知识，让长者在能够理解这个均衡营养的这个认知的部分呢，能够更加的轻松，容易学也容易记，然后进而能够落实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它能够就是好像变成习惯一样，然后吃对东西，然后对身体有帮助。那希望让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课程呢，不会太过无聊，然后也应用桌游的方式呢，然后引导就是长者到我们社区里面，就是一起来学习这个营养均衡的一个认知。那其实研究团队在研究的前期就发现说，其实长者他们在吃早餐的时候，其实都一直吃的不是很健康，所以我们就透过早餐的议题，然后并从共餐的活动切入，去发展出一个工具包跟一个行动的方案。那其中就包含说自助取餐，然后还有营养课程跟游戏等等的一连串的活动。那其实长者对于我们的设计的一个牌卡跟工具，其实反应也都非常的良好。那整个研究的结果也证实说，长者在这一方面的饮食态度有一些提升跟改变的一个情况，这样子。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工具包，可以让营养师有一个更有效的教学工具，可以让这个教学可以落实到每一个社区当中。大安区健康服务中心111年便办理4场桌游乐龄活动，总计共有102名长者参与，满意度高达97.8%。参与过的里长与长者对于活动都给予相当高的肯定。我们一路的在这样子的研发当中呢，发现长者真的除了缺乏运动，也缺乏他们的均衡营养，尤其特别是在早餐。
我们现在面对大安区的独居长者，不要说是独居了，双老的独居也算独居，可是他们的这种作息哦，太简单了，都把它简化到完全在吃的这方面，不但没有均衡营养，甚至于简化到已经失去那个营养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构想当中，我经历了这样快一年的时间，发现我们如果能够透过有一些新的构思，引发他们能够有趣的去做出他们注重自己的营养，其实这个是对他们来讲健康的第一步。怎么样吃才健康？营造吃的快乐气氛，在脑筋里再把六大营养素记在脑筋里，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会互相鼓励，啊，你今天有吃健康吗？这就是应该要在社区落实的。最重要的，我们还有民众为了这一堂课还去买了健康餐牌，好，表示这是值得推行的。好，他们会说冻鱼蛋肉一掌心，好，要怎么样不会肌少症，他背起来了，坚果种子一茶匙，好，这两个就够了。好，肌少症还有失智，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八月份举办的五场乐龄健康享受好时光活动，即日起接受报名，以居住在大安区65岁以上的长者优先，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Me Too 事件频传，为了鼓励性骚扰受害者勇敢站出来申诉，台北市政府宣布设立性骚扰防治服务专线，提供性骚扰防治专业的协助。3、2、1，请启用。Me Too 事件频传，凸显许多受害者遭到性骚扰，当下因缺乏经验和判断，不知如何因应，也不晓得该去何处申诉的情况。为保护性骚被害者，北市府宣布设立02-2391-1067性骚扰防治专线，民众遭到性骚扰时，都可拨打专线寻求协助。我想哈，其实在这次 Me Too 的事件，其实我们感受到被害人非常勇敢，但是呢，其实对于相关的法律还有处理的救济的程序等等，他们并不是完全的了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支专线的成立，能够来跟民间一起合作。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最友善、最温暖的一个咨询专线，让被害人可以获得在心理諮商、法律服务以及社工的陪同，也让他在申诉的过程当中，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个案管理的一个专案工作，然后让被害人感受到其实极度的温暖。那我想，当然防治专线也有更多的是对于社会未来，其实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个宣导的教育，而让这样性骚扰的事件不再存在。我们也担心这个量能的问题，所以很感谢现代妇女基金会36年来都一直在这个为我们所谓的妇女保护、妇女安全保护的工作在努力。所以这支专线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是我们希望开放由台北市的市民来作为一种求助的专线。那当然今天可能这个性骚扰的三法也会有相继的这个立法通过，立法通过之后，我想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在于对于被害人的保护工作。那我想各县地方县市政府也应该要极力来推动，台北市是首探之区，我们也希望站在一个这个前区，好，能够来鼓励我们的民众勇于来求助。相信未来各地方县市政府也应该会有相关的一个服务配套措施，也都能够相继的出来。受害者遭到性骚扰时，因情境、关系及权益而适用于不同法规，导致民众感到迷惘无助。而性骚扰防治服务专线由社会局委托现代妇女基金会办理，将由专业社工针对性骚扰为受害者指点迷津。第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是因为有性平三法。好，所以民众对于性平三法这个部分时常就是会区辨不清，所以也会因为这样子影响到自己的权益。好，所以性平三法的一个适用跟区辨是一定会提供的部分。那后续也有关于就是确定了性平三法之后，那后续的求助管道，好，他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流程啊？哦，从哪一边获得协助啊？那这个是在我们专线的部分会来做进行的。好，那当然就是我们社工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会提供相关的一个辅导跟陪伴的。好，那假设说透过社工的一个咨询，可能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民众的这个疑惑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到安排律师的一个咨询的这个层次。
好，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呢，社工也是会陪同的。好，那陪同的部分呢，哈，因为律师其实会讲的一些比较专业的术语，那也许民众不会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社工在陪伴的一个过程是可以给情绪支持，还有厘清就是说律师的一些建议，好，或者是他们的说明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好，那最后当然会有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民众，也许会需要有一些心理咨商辅导的部分，那就会进到我们个案管理一个开案服务的流程里面。好，那可以提供一个更完整的一个陪伴的服务。民众只要拨打02-2391-1067服务专线，社工人员便可同时回应性骚三法相关问题，并提供性骚被害者心理咨商、法律辅助以及社工陪同等服务，让求助之路不再是条迷路。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防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为了消弭行人地狱的污名，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后积极推动人本交通友善。大安区大学里吴佩璇里长向蒋万安提案，希望在里内试办弯曲巷道，因为道路笔直，汽机车车速相当快，让里民走在路上心惊胆跳。蒋万安允诺会由交通局先和里民沟通，沟通好就会试办。哇，人行道这么样的做完成，那个道路这么样的笔直，是赛车的好地点。台北市大安区大学里里长吴佩璇有鉴于行人地狱议题，在蒋万安市长与里长的座谈会上表示，里内温州街巷弄太笔直，汽机车车速非常快，行人胆战心惊，建议试办弯曲巷道，减缓车速。好，从新生南路直接内切，可以切到罗斯福路。哇，可以省掉3分钟的时间，这不是很好吗？可是有没有达到人行改善？那行人走在里面是多么的心惊胆跳。我相信前面的副秘书长，秘书长已经感受到，因为他跟我点头。好，就是这样子，很紧张。那我们要怎么样消除行人地狱？这个不要沦为口号。当佩璇今天在这里说了之后，我们前面的里长，因为你们都有做邻里交通改善，你们一定可以看得到车速变快了。车速变快了怎么办？我们的里民，而且我真的感谢我们大学里的里民，让年轻人不对政治冷漠，这是重点。年轻人从哥本哈根写 email 给里长，我们开里民大会用视讯的，他从哥本哈根跟我们里民用视讯的，有解决的必须条件。那我们怎么做？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马路非常的宽，那我们真的很希望在让改变路行，让速度减慢，然后行塑我们大学里，行塑我们前面所有台北市邻里交通，开在那里可以慢慢的走在那里，有种舒适感。好，我相信市长最近在日本，在或是其他新加坡都有看到，我在市长的 FB 里面也有关注，所以
民众有反应，里长要去做里民的大会，市长也有前瞻性，所以我们应该要这个计划要推行下去。对此，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回应，已跟里长沟通，有初步方案，会用减速设施或调整停车格与植栽位置改造路型，但涉及里民用路及停车习惯，还要再沟通。好，到因为巷内大概里面大概部分都是单行道系统，那有很多通过性车流，那汽机车的部分会超捷径的部分，而且车速比较快，那也对居民造成危险。那这个案子里长提案之后啊，那交通处这边就跟里长有做密切的讨论，也透过里民大会向里民来介绍这个各项的减速设施，包括减速平台，或者是透过停车格调整的方式，来透过路型的改造、社区弯曲的道路来强迫车辆减速。那目前现阶段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方案哦，那未来我们会也许透过停车格的调整或者植栽的调整，来比照新加坡引法区的方式来设置这样子弯曲的道路，强迫车辆减速。但是因为这样的调整会涉及到居民的用路习惯，所以后面我们也会持续跟里长合作。蒋万安则引用去新加坡考察时，当地的引法社区也是用路型改造方式让车辆减速方法。刚刚的提案哦，刚好跟我两礼拜前去新加坡参访考察看到的是一样的概念。我们到新加坡哦，拜访很多的他们政府部门，其中有一天我们去看了他们的叫做陆路交通局。那特别有一个点是我很关心的，也希望说请新加坡他们先准备，就是对于现在在城市里面长辈发生的交通事故比例这么高，在新加坡也是，那他们怎么进行改善？所以他们做的简报里面，他们透过很多方式，包括他们用鲜明的颜色做号志，然后把它调整这个高度，哦，让长辈比较容易可以看到一些交通的号志。那另外，他们提到透过路型重新的设计，那他们怎么做？他们是在新加坡，他们有这种专门的长者社区，他们叫做乐龄社区。然后呢，车辆当进到这个社区，会慢慢的车道会变窄，就是让它能够减速。好，透过路型重新设计，然后标示更鲜明的颜色，还有他们也提供长辈有一种类似我们的敬老卡，然后通过行川线的时候，他逼一下，他会给予较长的秒数，哦，让他来通过，哦，甚至有些警示让车辆特别注意，哦，这些是比较细微的一些调整。所以谈到路型设计，交通局这边我知道也跟里长有进行讨论，我们会愿意来示范。蒋万安允诺接下来会办说明会，与里民沟通，并了解路型改造可能的影响层面，有共识后就能示范。记者温俊台北报道。肝病是国病，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为了唤起国人重视定期追踪检查的重要性，连续举办三年免费全民腹部超音波活动，今年串联全岛和金门马祖等24家医疗院所同时响应。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呼吁 BC 型肝炎带源者至少每半年接受一次腹部超音波筛检，也建议年满40岁以上的民众每年都应该做腹部超音波检查，因此在2021年连续三年举办腹部超音波免费检查活动，今年更是串联全岛加外岛共24间医疗院所合办，三小时就为4663人做超音波检查，并且发现有异常者达3795人，其中10位高度怀疑肝癌，有111位属于性质不明肝肿瘤，另外有1064人为良性肝肿瘤，有5位肝硬化，378人为肝实质病变，脾脏肿大者有44人。今年我们超过4500位，总共是4663位，其中异常的人数呢是达到3795位，81.4%，脂肪肝是2505位，
高达 53.7%， 所以呢，可以说呢，在台湾其实现在国人大概有一半以上是有轻重程度不一的脂肪肝。当然我们看看各个地方它可能有轻重之差，比如说在金门它是最低，但是也有 38% 的脂肪肝。那云林这些达到 72%， 这些呢都是表示不同的地区可能有各式各样的状况，这个我们将来可以根据这个资料再好好去了解我们国人的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根据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除了要强调这个腹部超音波的重要性以外，我们希望国人在了解自己肝脏的状况以后，将来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肝脏是很重要的。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40岁以上的国人希望每年要做一次超音波，来保护自己肝脏跟身体的健康。值得注意的是，筛检结果有过半受检民众有脂肪肝，这也是导致肝脏发炎、肝硬化、肝癌的初阶段。如果不好好控制，将来发生肝癌的几率将大幅提高。脂肪肝占50%以上，不过我们今年稍微去看哈，金门是最低的38%，还是超过1/3。那最高的是云林，几个地方是到72%。所以每一个地方，当然这个人数是因为他来参与的，本来就不是随机取样，不过可以大约看到一个趋势，大约看到一个趋势，说明金门他们吃的比较健康之类的。那我们脂肪肝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喝酒，但占的比例比较少，大部分还是非酒精性，非酒精性是跟肥胖关系很大，所以我们其实国人，尤其年轻的一代，这个营养越来越好。那活动、日常生活起居可能未必是很健康，所以呢，这个脂肪肝的比例其实是至少1/3起跳，那最多的话可能到7-80%，所以这是未来我们年轻的一代应该要注意的。那当然，我们简单说就是要少吃多动，吃得健康啊，多运动。可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这我们要将来要特别去。从这一方面去对国人做卫教。那么最主要的是筛检知道 B、C 肝以后，我们一定要行动，一定要出来追踪就医治疗。可是在这个追踪就医里面，大家可能会记得要抽血，但是比较常忘记的是腹部超音波检查。有的病友呢，他一直在做抽血检查，竟然从来没有做过超音波，等到有做第一次超音波就发现肝癌。所以这个是我们徐教授为什么要强调腹部超音波的重要，除了它是没有侵袭性、没有放射线、很简单的一个检查，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在完全没有症状的国人里面找到很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可以帮他解决的。我们在2021年呢，其实服务了1912人，其中呢，这个异常的人数达到1680，也就87.9%。那这个异常有很多可能是良性，可是呢，良性你看这个脂肪肝占了大概56%。我刚已经提过了，脂肪肝它可能引发肝，所以这个绝对不能掉以轻心。那其中有84位，我们怀疑是不是有性质不明的肝肿瘤跟肝癌。最后我们介绍到各个医疗院所做的电脑断层或者核磁共振，有两个确诊是这个恶性肿瘤，其中一位是肝细胞癌，一位是胆管细胞癌。这个经过开刀以后，那胆管细胞还需要再做化疗等等，但是呢都是可以解决的。2022年去年呢，我们服务了3205位，其中异常的达到82%，2654人。脂肪肝一样达到57%，超过一半。
面对肝癌，就是在肿瘤还比较小、未出现症状之前就先找到它。若发现时已是晚期，不管是化疗、标靶治疗，效果都不好。因此，肝基会结合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推动全民腹超运动，强调简单、无痛、没有辐射、诊断率高的腹部超音波检查，是肝癌筛检最重要的利器之一。记者温俊台北报道。刑事局宣布破获线上博弈犯罪集团，嫌犯假借科技公司名义，实际上却是博弈游戏系统商，专门开发彩票以及宾果系统给其他线上博弈游戏网使用，每个月赌资高达数亿元。警方总共查获吴姓主嫌等41人到案，全案依照赌博罪嫌移送侦办。全部离开！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全部离开！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离开电脑！警方攻坚进入，喝令现场人员不准动。这里是线上博弈集团犯罪据点，藏身在台中市七期一处门禁森严的高级商办大楼，一个月15万元的租金，放置了数十部电脑、主机、荧幕等，当作机房使用。这一大队之前接获情资反映，有线上博弈犯罪集团挂着高科技公司前牌，成立在台中市区，经长期跟监收证后，锁定以吴姓负责人为首之博弈游戏系统商，发现犯罪据点隐藏在台中市七期之商业办公大楼。嫌犯还假借科技公司名义，在求职平台刊登招募广告，吸引社会新鲜人加入，强调高薪高福利，协助博弈游戏正常运作。五个月非法赌资就高达20亿元。该系统商在去年年初就在国内求职平台刊登广告，招募系统工程师、美术设计人员、游戏测试及客服专员，并寄出多项礼金、奖金及高薪等诱因，吸引大专院校新鲜人上门应征工作。该公司除了提供所开发的彩票及宾果等游戏给博弈网站嫁接外，更负责游戏系统之维护及风险管控。经初步清查，每个月赌资高达上亿新台币。由于博弈网站已经成为黑帮重要获利来源，甚至可能透过线上博弈诈欺洗钱，警方将持续追查该集团幕后是否有黑帮涉入。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国内诈骗案件数居高不下，为了鼓励民众提供诈骗相关情资，协助警方打击诈欺犯罪，在台北市长蒋万安力挺下，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宣布，民众检举车手奖金将从原先10000元翻倍成为20000元，希望提升打诈力度，维护市民财产安全。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发奖金，感谢协助警方阻止诈骗案件的银行行员与超商人员。根据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方面的统计，台北市今年上半年成功拦阻587件诈骗，拦阻总金额达6亿2000万元。蒋万安除了感谢金融机构与便利商店第一线从业人员在第一时间发挥拦阻诈骗的协助，也认为还有努力进步的空间。其中有超过63%拦阻失败的年龄层落在70岁到79岁，男性占多数。我们拦阻失败年龄层70岁以上，70到79岁，所以年长者他们在我的分析里面，在整个拦阻或劝阻的过程是比较困难，所以这个部分也要请我们所有在第一线面对民众的金融界的朋友和超商的朋友特别注意。那另外，拦阻失败里面，男性占多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方面表示，台北市诈欺车手提领次数在去年达到最高峰，有16250次。不过，在北市警强化打诈力道后，今年1到6月为止，提领次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000多次。为了进一步阻止诈骗集团，北市警方面也宣布，民众检举车手奖励金将从原先的10000元加码翻倍为20000元，希望鼓励民众踊跃提供相关情资，协助警方打击犯罪。为了要鼓励查缉车手的这个检举，我们从奖金从10000块会花到20000块。那我们各位好朋友在金融机构、在超商，如果有主诈成功，我们也会颁发这个奖励，从本来是1000到2000，我们颁发2000到4000。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个人主诈以及
我们金融机构主诈成功的这些单位，我们都会请市长亲自来颁发。警方强调，近年诈骗集团多透过网络假求职广告招募车手从事提领或移转赃款的工作。今年到六月为止，北市警已经弃获车手达1175人，因此呼吁民众不要受到金钱诱惑，加入诈骗集团行列，甚至提供自身金融账户、提款卡作为人头账户，否则等着你的将是被警方逮捕入狱的后果。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台北市中山区公所今年为新移民开办手工皂制作课程，邀请植萃达人张淑慧老师带领学员认识保养品原料特性，并且运用东南亚特产植物制作成天然手工皂，丰富学员的生活技能，开启微创业的可能性。玫瑰花、动物各种造型手工皂，运用椰油、棕榈、香兰叶等天然植物制作而成，散发出天然的香气。中山区公所开办无国界手工皂初级班，邀请植萃达人张淑慧老师带领新移民朋友进入手工皂世界。课程中不仅可以认识各种植萃原料的自然功效，以及如何制作手工皂与保养品，还可以认识新朋友，学员们都收获满满。因为在台湾呢、就是天气比较潮湿，然后很容易得湿疹，那就对湿疹就会反映在皮肤上，会瘙痒、会痒、红肿。那因为我听说有这个手工皂的课程，那我就觉得说它是天然的一个好东西，对，所以就会想说来参加学习，知道它是怎么制作，就是也有交到好朋友，因为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国家，那。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就是都是在家里，都没有其他朋友，那来就可以认识到新的朋友，对，可以互相交流，也知道各个不同国家它的特色的 芳香的香草啊、食物啊、植物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我来自马来西亚，对，我非常感谢中山区公所这次办的手工皂的这个课程，让我们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新住民，嘿，可以在这里齐聚一堂，然后大家一起互相学习、互相成长，然后也感谢区公所这边有淑慧老师，非常专业的手工皂的老师来教导我们，嘿呀。让我们不管以后大家有没有往这方面发展，可是就是还是可以做给自己的家人使用，因为这些都是使用天然的东西来制作的，对我们的皮肤是非常好的，没有副作用，然后天然的雄厚。其实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结交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对，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哎，以后如果说哪边还有开新住民的课程，大家可以相邀一起来参与这样子。因为学员来自于各个国家，所以其实都把他们各个国家他们常会使用到的一些精华把它拿出来用，像越南的斑斓叶皂，我们就会取它天然的绿色，而这个绿色是不会褪色的，我们用植萃的方式，还有印尼常用他们在很多的饮食料理中的椰浆，也就是你们的椰奶，我们把它入皂之后可以让它手工皂洗感更温润，再下来马来西亚的红棕榈油，它也是一个出产棕榈油的大国，我们把它的棕榈油放在手工皂里面，让它有加成的效果。那红棕榈出来的皂是橘黄色的，那这个色泽不用再额外再添加任何的色粉或者是色液。那以上这些我们课程里面有的这些皂，其实都来自于他们国家他们盛产的东西，那我们再一次的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手工皂课程里面。结业式会场，学员们开心的大合照。中山区区长李美丽表示，开办课程是希望新移民可以丰富生活技能，营造生活质感。当新移民对课程产生兴趣后，也可以升华变成微创业的动力。其实我们每一年度都会开办新移民的课程，那开办完新移民的课程，我们就会做那个意愿调查，有意见调查。那喜欢这个手工皂的，他就是第一名，所以我们就是会去规划这一个手工皂的课程。那手工皂的课程，因为牵涉到新住民他自己本身家庭也可以用，他也可以馈赠他的亲戚朋友，
然后当然他也可以开业，如果他对创业有兴趣的话，他是可以开业的。所以我们基于这样子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开办了这个手工皂的课程，希望他们自用、家用、亲戚朋友用，然后未来是可以创业的。那我们希望新移民可以把我们台湾就是他乡作为我们作为他们的故乡。中山区公所多年来为新移民举办各种课程，成绩有目共睹，都让新移民有满满的收获。而这次保养品训练课程，新移民一同感受天然手工皂的奥妙。而中山区公所也将陆续推出更多相关课程，培养新移民的自身软实力。手工皂棒不棒？棒！新住民手工皂赞不赞？赞！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防及非法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缉，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您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吴俊松。为了协助基隆义交同仁顺利指挥疏导交通，推动行人友善，市政府配发110组密录器，提供义交协勤使用。市长谢国良亲自到场颁证设备，也再次感谢每位义交同仁的辛苦付出。义交弟兄，加油！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在警察局长张树德的陪同下颁赠110套密录器设备给义交使用。由于之前义交反映执勤过程中常遭用路人辱骂或有不礼貌的举动，因此市府特别配发密录器给义交，未来将成为基隆义交指挥疏导交通、推动行人友善的一项新利器。市议员何淑平、市议员秦真跟市议员连恩典都到场见证，感谢义交人员的辛劳。义交弟兄一方面辛苦，一方面没有适合的设备来保护他们，来保障他们还原现场的情况。那的确也有一些民众因为指挥交通的过程中，他们因为不理解义交弟兄是为了整个现场的顺畅做出了某些判断，他们认为不合理，有时候甚至也会出言不客气，对义交弟兄会有一些不理性的作为。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这个密录器能够保障义交的弟兄姐妹，也能够保障相关的民众，让现场还原。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配合义交的一个现场的指挥，主要的目的是让那个路口那个环境变得更安全跟更友善。那我们感谢方大队长跟我们所有的义交弟兄姐妹哈，还有我们这个潘德巴干事啊，他这个非常努力，大家都一起在为了基隆市的治安，为了基隆市的路口安全尽一份心力，感谢大家。有了这个密录器以后，我想对行人或者是对驾驶朋友也可以会更多的警戒，然后因为过去有部分的这个驾驶朋友毕竟还不是很守规矩。我们有做过统计分析，这个比较市区的这个驾驶朋友是比较守法，那外地来可能不知道我们这几个月是严格执法。那有了这个，可以对义交的这个执勤安全更获得更多的保障。首先我们感谢市长，然后及局长啊，议员们的支持，对义交的爱护。那因为我们有了密录器以后
它以后执行的时候，它不但可以 保障义交同仁，也可以保障行人及车辆的各种安全。是，那我在这里哦，就是谢谢各位哈、哦，支持义交。义交是真的很用心，也很赞。大家都会以为说，义交不是警察，所以说有时候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太理性的一些说法。所以说现在有了这个灭怒器呢，不仅能够保障我们行人，还有我们的驾驶，还有我们的义交兄弟姐妹们，能够还原这个现场。那也感谢我们市长哈的用心，让这个灭怒器能够保护大家。今天我们市长非常关心我们义交兄弟啊在执行上的一个安全以及他的权益哈、啊，所以说来制证这个灭怒器，希望在执行中双方与行人与车辆之间如果有不愉快或者一些误解的话，我们以灭怒器来做一个回看，我想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证据。我想这是对我们这些义交的同仁来讲是最好的还原现场，以及有一些不太懂得这些规范，还是有的比较恶行的这些行人或者是驾驶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及收证。我想我们义交真的是很辛苦，好好的来运用这样一个装备，然后来保障您自己以及这些行人的安全，要谢谢你们。义交方面也都感谢市长谢国良迅速回应他们的需求，提升协勤设备。市长谢国良也期望在新配备的协助下，能保护义交同仁执勤时的安全，也维护用路人的权益。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今年基隆市有八位校长跟园长进行宣誓就职，由谢国良市长主持布达典礼，强调校长是学校经营成败的关键，期许校长在教育现场上发挥领导力，展现专业和热情，成就每一个基隆孩子。恪遵国家法律，尽忠职守。那我们其实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目标，就是我们绝对只以校长本身在教育方面的专业跟专长，以及他对于教育下一代的热忱，这两个最重要的指标来做评选的最主要考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希望的工程，为我们的未来做投资。校长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跟简单的工作。感谢今天获聘书的八位校长、园长，还有出席交接的六任前任校长，你们长期为基隆打造最优质的教育环境。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举行的112学年度校长园长交接布达典礼，共有三位新聘校长园长、两位连任校长及三位转任校长，由市长来颁发聘书与派令，并进行硬性交接仪式。各界贵宾云集，包括议长童子伟在内的多位议员都到场，共同来祝福新任校长，也感谢退休校长。这两位退休校长是中山高中郑玉成校长与仁爱国小彭丽琪校长，现场的气氛隆重温馨。我要特别向我们退休的两位校长，中山高中的郑玉成校长、仁爱国小的彭丽琪校长，先跟您表示感谢，长期以来的热忱及付出，大家都非常的感动，我们是不是掌声感谢一下各位？另外，市长跟议长也都期许基隆的学子能够尽量在地就读高中。针对这一点，市长会持续来与基层导师座谈，了解原因。就是去台北上高中，这个的比率太高了，而且越来越高。那我觉得导师是这些孩子们最关心、最了解，而且最清楚。所以我需要跟未来的导师们有一个对话，看如何在是否努力，不管是学习历程，不管是更多的是否可以提供的资源，我们都要来好好提供。但是我们希望最了解学生跟学生家长的各位老师，可以大家一同努力，让基隆可以更多的孩子
留在高中这个来救我。我想非常认同市长以及市政府这边接下来要做的努力。我们在直辖市的旁边，我们要整合所有教育的资源，发展我们的特色学校。未来希望我们的学子、我们的小朋友都留在基隆市，让基隆市的学校可以更有竞争力，这样好不好？好。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市政府是一个。谢国梁市长表示，感谢各位校长的付出以及家长们对学校的支持，下一代的未来非常重要，鼓励学子适性发展，在地就学，大家一起来努力。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第29届一信杯3-3篮球赛在明德国中开打，来自各地热爱篮球运动的同学们齐聚一堂，共同享受篮球盛宴。在各方的支持下，基隆一信杯3-3篮球赛来到了第29个年头，吸引许多爱好篮球的学生们共同来参与。这个比赛非常注重礼貌以及运动家精神，因此同学们除了球技之外，也要注重品德教育。开幕典礼上特别表扬了有礼貌以及运动爱读书的同学。五仁国中高齐圈同学，齐圈同学，好，来5A++，好，作文满积分，酷爱一信杯啊！大家来，今年有位同学啊，五仁国中的同学啊，他这个打我们3-3之余啊，他还是一样可以努力念书，考上建中哦。所以我们也觉得说，事实上这个应该说是体育球赛运动跟这个念书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可以两者兼顾的啊、哦！我也很喜欢打篮球。我虽然没有考上建中，可是我有考上台大啊、哦，所以这个所以表示这个哦，运动跟念书可以并行不悖，不要去做一些什么。像刚才讲的一些什么吸毒啦、干嘛那些对身体没有帮助，浪费时间、浪费青春了、啊。打球有益身心。我想我们基隆市议会有一位国手运动的议员叫做陈怡，然后他非常的重视体育，所以我们带动我们基隆市政府跟基隆市议会共同提升这个体育的风气。所以一信杯长期29年来那么重视我们的这个篮球运动，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跟着陈怡议员一起来参加，也来支持我们一信杯的篮球运动。那其实我曾经今天是29届，我曾经参加过第五届的一信杯，我下次要穿这个第五届的这个衣服来。我要告诉大家说，一信长期的对我们的篮球运动投入非常多非常多的资源，而且非常重视我们的品德教育。我想我们的小朋友，基隆的爱打篮球的小朋友都对一信杯不陌生，而且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你如果没有参加过一信杯，代表你不热爱篮球的一种风潮跟一种潮流。我想一信杯这样子的一个企业，我们回馈社会，那我想非常的感动。我们也非常谢谢一信杯的一信的主席跟副总长期的投入我们的运动。那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支持更多的这个篮球运动的资源，可以让我们的三级制建立得更好。我想陈议员在我们的议会提出非常多的建议，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啊，篮球是一个有益身心的运动啊，不只可以强健身体，而且可以锻炼我们这个我们这些年轻朋友的运动家精神啊，还有这个认真比赛的精神啊。那这个所以呢，我期待呢大家可以继续的对我们的这个篮球运动啊能够继续的参与。经过多年的长期耕耘，一信杯3-3篮球赛已经成为台湾青少年爱好篮球的一个重要品牌。而且赛事中强调选手们的运动家精神与强健体魄并重，可为我们社会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我是吴俊松，再会。
法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缉，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接着，诺克奖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提防及非法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缉，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一氧化碳终结者诺克奖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